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各位观众，嗨。有开了吗？有开台了吗？你们有看到吗？谢谢。嗨嗨，大家好。声音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哑哑的。那我要继续来玩这个游戏喽。好，我们继续游戏吧。嗨，谢谢 R O B R H F R 24。其实这不是洋装啦，其实这个下面是裤子，就是它只是一件那个平口的衣服而已。好，我要继续游戏了。有点紧张。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在这里吗？坏等等哦。等等，我卡住了。可以了吗？奇怪，等我一下。嘿，哦，可以了，太好了。为什么我在这里呢？哦，从这里上来。看不到了，超暗的，一定要开灯。我要出发咯。怎么回事啊？又有恐怖的声音，而且超暗的。一切都是音效。好，我们继续走。哦，这一定要拿。是不是太暗了，所以他就开始觉得恐惧？我原本怎么记得我来的地方是亮亮的啊？我拿电池了，奇怪，怎么这么暗？啊！等一下，音效实在太可怕了。我到底做了什么事？哦，好，可以动了。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往下跳吧。我会摔死在这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是怪兽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我跳下去了，预备冲！怎么一下子就这么？关起来！卡住了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也太恐怖了吧！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边就会卡住哎！等会儿。等会 ，sorry。啊！
就是不行。等等等等，我研究一下。不行，这样子。嗯，为什么？不可能是这个啊！等我，等我，拜托！啊！关门就暗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等我一下。真的有点久，真的很抱歉，但我不知道什么，我明明就按了，他还是不让我走路，我急需要走路啊，各位，对不起，我明明就按了。等等，我明明就按了。行，我被封印在这里了。等等等等等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。哎，这一次完全哦，可以可以，太好了，先去捡电池 ，Go！ 等等，好了，我要冲过去了。OK， 拿起摄影机，开灯，出发。我们先观察一下他，等他走远。哦，你看看看。我是不是应该好走远一点？好，冲！跑酷了，很烦欸，先引他出去好了，先引他去很远的地方。作战计划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可以跳，可以跳，我去。狂奔回去！啊！这样啊！我推好了吗？成功，我们快了，怎么办？那怎么办才好？我现在是不是要先？不，我要死在这里，让我重来，让我重来，让我重来。我现在让自己先死掉，我要让自己死亡。因为我刚刚那一门不知道为什么没推好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出发了，我真的这一次肯定成功。啊，先捡电池够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每次在这边就会卡住？我真的已经受不了这件事情了。等等，我一定要研究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。为什么我没有按什么钮？刚才还可以走路的，奇怪，是不是一个 bug 啊？是不是跟我键盘没有关系啊？啊，可以了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电池，我等一下好好运用。不行，看不到。
观察他。我要他，我决定了，他走到最那边的时候，然后我要冲进去。就是这时候。成功，很好，很好 ，good， 我们今天这次很完美，看不到，等一下，电池，我需要这颗电池，它不让我捡，等等 ，OK。东西了，所以说我困在这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。嗯，我刚刚应该是要这边应该可以走出去。好，我嘴巴不自觉打开，对，太专心的时候就会这样子。嗯，检查一下，确定没有东西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等一下往另一个方向跑喽，推开门喽，希望不要这么衰，还在这里。好，喂，我要出发喽！哎，有穿啊，有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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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出发了，我要出发了。锁住的，好，可以可以，快关起来。有恐怖声音嘞！电池啊，我们用光源搜寻法。这边就是我刚来的地方，是吗？我装下电池，怪可怕的。有没有电池可以捡？好，没有。不是这里吗？这边是我之前过过的地方吗？应该是有关联性的吧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嗯，应该不是这里，这边应该是我们之前旧的地方。有点忘记了，这一关叫做等等，我应该是要去寻找那个神父，不是吗？所以应该不是在这一区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这个门应该是叫往这走，
是要上楼吗？我们先往上跳好了。哎呀！我现在已经超会跳了。不对啊，这是我刚刚的地方，我真的是超笨的，所以一定不是这里。我在干嘛？路可走吧？这里到底要怎么样呢？那边应该不可能。我们走回去，再检查一次好了。灯，我还有电池吗 ？OK， 还有。趁机，没发现我，没发现。可以关上门吗？不同地方对吧？不对啊，同地方。哦，奇怪。能往高处走是吧？所以我记得这边有什么通风口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谢谢你的提醒。只是，是我。我到底要怎么？可是楼梯断了，所以我要找电梯是吗？哦，我觉得好恐怖，那个人，我真的快吓死了。他爸爸哪去了？希望他不要发现我，先关了。怎么往高处走？电梯。所以我还是要回去刚刚高的地方吗？因为是要往高处走，对吧？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好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不。那如果要往高处走的话，我要应该要跳跳看。我刚在楼上的时候应该要跳跳看，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想办法。回到之前那个地方。这我怕迷路嘞，我真的。之前那个地方不是这里。拿完钥匙。钥匙，所以我现在要找钥匙，是吗？我这一次真的是有点无厘头。
我应该回。他竟然可以发现我 ！Oh my god！ 先把自己关在这里吧。关门。Oh my god！ 啊！他走过来嘞。哦、oh, ，所以我直接往上楼走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好烦哦，我现在被困在这了。电，所以我刚刚应该不要跳下来，我应该直接跳过去。OK。他要在这里站多久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他完全不动哎、欸。他都不动，我怎么想？他搜寻完了没？我们要出来的意思哦，你快走！还是他逼迫我一定要走出去？他崩溃了，先关灯一下，直接自杀更快，也是哈。好啦，我们自杀，好不好？出去。JYSONIEC， 你知道我喜欢恐怖游戏吗？因为 我一开始都觉得恐怖游戏感觉很好玩，我就蛮有兴趣的。虽然说真的蛮紧张，我开始流手汗，然后今天特别紧张。我知道不要跳下去的意思。我再检查一次这边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刚是哪里没检查好？那颗电池刚没有检查到。我是不是应该助跑跳？直接助跑跳。看可不可以成功，预备 ，Go！ 我在想什么？肯定不行啊，那么远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JYSONIEC 你说我家有什么没有召唤鬼子吗？哎、欸，召唤鬼子我还要帮他打扮一下哎、欸，帮他让他变美丽啊，也是蛮辛苦的哈。你们真的那么想要吗？这样两个台都可以召唤鬼子、欸，不行啦，不行。关灯一下，我完全迷路 ，J45060， 我完全迷路了。好奇怪哦！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没办法跳过去，我不知道怎么走。我觉得我们送出去喽。啾啾，啾啾，啾啾，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嘟嘟嘟。我们愉快心情玩这个游戏 ，OK。他回去了，他一定要回去那里，对。哦，已崩溃。看，他就在这里，搞什么鬼？啊，我先上楼好了，开门。
全的困在这里嘞。他烦不烦？我这一次到底要怎么才能过关啊？我一定是要往上走的啊！他这一关是不是叫我去找那个？玩上楼梯哦！哦，哈，我会被这个东西气死！我光只是上个楼梯而已，怎么那么辛苦啊？真的抱歉，我跟他一直追打了。我想看三楼到底啊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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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这样子逼我，不然还好过楼梯。哎呀，他不然还好过楼梯。等等，好热，忘记开冷气了。是不知道什么一种死路一条的感觉，到底往哪才能往上？我真的超困惑的这一次。看见都有电池，对。我要下去了，决一死战的时刻。哦，沿着边边走，刚刚那个人这个意思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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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次会了。我找到路了，我终于找到路了。这应该可以直接跳了吧？跳！跳！那怪兽！哦！哦，没事，我以为我遇到怪兽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
这会挡住我，所以我应该往右边一点。好。嗯？为什么会掉下来呢？这是个陷阱，完全害到我了，致命伤。我想我应该是往那跳，没错啦。这么近却摸不到。先退后一点，退后一点好了。OK 喽。对准跳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好，谢谢。啊，还是往这里跳，这跳会比较好。我们四个不行，这边一定都不让我跳，我只能往这跳了，只能往这跳了。我应该是对准这没错吧？嗯，真的很抱歉，我再试一次，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难跳过去呢？嗯，那里也不行。一定是这里，我一定要在这里跳。我不太喜欢看鬼片，因为我觉得鬼片超可怕的，然后去电影院看有一种花钱吓自己的感觉。除非影评说很好看，然后有人逼我去看，我可能会试着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要空白继续训练了。我觉得还是说这根杆子有什么功能吗？比如说我可以爬这根杆子上去。有没有可能？我们跳到这根杆子有没有可能？可以老跳这杆子吗？好啊，他不是魔术师，他可能不行。那我怎么觉得有差一点的感觉？哦，另一面吧，从洞过去。好，里面哦，从刚那个洞是吗？这里有一个洞是不是？会掉下去吗？不会。好，我就回去哪里？从这一个方向是吗？自己感觉比较行哦。哎，不是，我好像抓到蹊跷了。哎，等等。从这个洞，从这个洞，一样的地方。可是我上次没有从这个洞啊。原来是这样子。
我们先环绕这一圈，不要再掉下去了，差点差点，完全差点要掉下去。哦，这里一定没什么东西。我记得那里有一个洞。哦，对不起。这里有一个洞，所以那边过不去，所以只能走这里。地上洞实在太恐怖了。这手是我的手吧？我一定会被我的手吓死。拜托，不要再让我掉下去喽！我今天特别胆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是我们之前的地方嘛？好，进来。我是很怕遇到怪事。我觉得外面有怪兽，表示我们一定是要往外走。这边果真没有路了。我要冲喽！我觉得我开始等下要跑酷了。等等，我在这边卡住，我肩膀为什么这么容易卡住？换电池。滚开的意思。是我刚刚那个房间，他一定在。我们去右边的写作室。这是刚那个房间，这是不能开那个房间，一定是这个房间。看，跑步时间不能走。又是跳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来！我想开了才开得到。干干干！
这什么地方啊？很好跳的意思。等一下，我有点卡住了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一直卡住，怎么回事啊？好，等一下先，我先看看地形好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这次解锁非常难，我被下什么诅咒？我一定要去研究到底是为什么我那么容易按到。对不起。有啊，按空白，还是不能动。我已经按了100万次了，真的。我们在解这个时候，我先解锁，至少一秒，再按空白，一。不行。一。不行。Ctrl， 空白。我怎么Ctrl空白？突然间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，太好了。我看怎么跳上去。这个电池可以剪的，拜托帮我剪电池。一定是要跳上去。怎么跳上去呢？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我找到一条路了，我看到了。是吧？这边会比较容易一点。
再走一次，我们再走一次，走出去。我看这也只能这样跳啦、啊，冲刺跳，成功。这一关真的是我的必杀技，我不要再掉下去了啦！我现在是要跳了吗？我看这状况应该是这一关再跳。我们这里这么远助跑应该够了 ，Go！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一直跳的节奏，一直跳。对不起大家了，我技术有障碍，好好好。算了，电动算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只是跳而已啊，加速往前跳。好，加速往前，加速，对嘛？加速往前，对，加速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加速往前跳。我走这里都不需要电池了。哦哦，好不容易跳了一个，等一下还要跳第二个，哎，这样子吧，好了，这次应该没问题。跳，好，早一点跳，还是我其实直接跳就好了。这个跳，这个我要一直跳一百次，我真的是要说。跳腰超难的，哦，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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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啊！我先不要用电池。又来了，这次行星到底有没有办法跳过去呢？我还没遇到怪兽，就跳不过去。好，
哎呦，我好怕，我又掉下去了！我又掉下去了，从第一个跳开始，哎，拜托，这一定会成功。OK， 吸气。拜托，让我上去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！没了，我要没有 video 去过这游戏吗？我一定要去剪 video， 还是我可以不用剪 video？ 这里告诉我一定要去剪，在黑暗中移动需要摄影机。OK。我知道，我好不容易跳上来之后，你要叫我下去。摄影机呢？他刚掉下去了。我也知道我在黑暗中移动。我妈下去，可能会被他们抓到。现在可恐怖了，现在可恐怖了，我现在快撞墙了。不是啊，也太暗了吧！僵尸怎么厉害？还跳钥匙吗？蹲下有办法吗？不让我进去。床怎么又不让我进去？如果我能进入床下就好了。蹲下进入，我找不到路欸，这什么问题啊？怎么都没路啊？什么状况？谢谢 AN， 谢谢 ANAN， 懂内我5块钱，太感动了，我希望我能快点找到出路。我今天真的是一个迷路大王耶。这个很像楼梯的东西，我鬼子不知道。跳过去，我知道要跳过去。床可以跳吗？哦，跳床就好了啊！也太智障了吧！啊，我摄影机在哪里嘞？我要下楼。哦，有怪兽来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然为什么他开始紧张？电池，楼梯在冰山外面。
暗了吧？太暗了吧？这什么啊？风景。应该可以蹲下吧。我刚刚的抖内没听到，是不是？来看看哦，有，太好了 ，LEO 690419，然后抖内10块，画测试，对啊，因为他在测试。好，然后刚刚 ANN 抖内5块钱，你好，然后还有LEO 690419抖内5块钱，超级玛丽的世界，真的是超级玛丽的世界。好，我们继续游戏，1/4，我应该是快过的意思吧，我们继续好不好？我为什么我没有灯了呢？什么状况啊？啊？状况？我好暗，好暗。我要下去欸，我要下去的时候不让我下去，下去，跳，我想下去，奇怪，不能下去吗？刚刚遇事了，往这里走好了，就耶，观察一下，应该是没事。我们往旁边下去。哎，这里还不让我下哎，我被这个木头吓到。是啊，重点是我这个东西，问开的门，黑暗角落。CKI 110623，嗨，你在看完游戏？我不想要再嘴开开的了。好好好，我要注意我嘴巴，关起来。